我今天就是想把你绕一下。著名演员刘进与大来宾高希希是合作多年的老搭档，彼此惺惺相惜的他们有着哪些不得不说的故事？但是后面一说文艺工作，我就肯定是不是刘进就是唐国强。天哪，只有他们的年纪，我们的年纪啊，会说出这个话来。他其实专门绕的。那个高导还是很厉害，你看我给他提供的信息，一个是我们年龄差不多，差不多，这个就这个合作了多年，再一个文艺工作者啊，对，哎有啊，很厉害，很有智慧，很有智慧。你要让我猜，我猜不到。我刚才还跟他们说，我说你高导，你说大决战几百个演员是吧，男女，毛泽东我们合作过的，对，我们已经马上还要合作。对啊，你说这他怎么能猜得到？马上要准备，要准备一下啊。这个战上海已经基本上进入拍摄日程了。我的妈呀，又是一部大动作。对对，天哪。